똑바로 안 해? 똑바로 하면 후회할 텐데. 모仿 韩剧里男女主角的互动，韩团 All Days 故意搞哭诉，剧情很搞笑，但其实 All Days 是南韩新成立的团体，成军至今不到一个月。不过四人合组团体却被批评怎么长得和理想型的韩团有落差，仔细看团员们没有瓜子脸就算了，竟然还有国字脸，头发都变布丁头，发型也跟长相很不搭。再看看另一个成员，单眼皮金头发，粗黑的眉毛看起来很违和。另外两位成员也被批评五官长得比较随性，网友看到都崩溃。韩团 Zeta 出道到现在将满一年，长相也通通不是主流帅哥，长得不是太精致，单眼皮有点往上飞，塌鼻子再加上下巴互抖，其他成员上妆也被直呼怪异，甚至 Zeta 曾被媒体封为最丑男团，韩国经纪公司被怀疑是否反其道而行，故意挑长相平淡的素人出道。不过网友也开玩笑说，他们果真是靠实力，至少没整形，是纯天然的啦。记者吉广宏、罗一景台北报道。